最近一个摩洛哥选美比赛的视频被火热转载，究其原因是有人在当地佳丽的队伍里发现了林志玲的踪影。据悉这个视频原来是 YouTube 上摩洛哥电视台出品的官方视频，视频中志玲姐姐身穿当地服饰和观众挥手微笑，一颦一笑都楚楚动人。6日，蒋欣现身机场，华妃娘娘蒋欣粉嫩现身，短裙秀美腿，亲自搀扶生病工作人员，画面超甜。虽然瘦了30斤，但是蒋欣的傲人上围没有缩水，令人十分羡慕。